that are placed on top of the traditional game experience that will change up the rules. We could limit hero options, add new difficulty, or mix an insane cocktail of both. As an example, one of our initial brawls, including mutators, is called Hammer Time. Games will take place on Towers of Doom, with hero selection limited to Sergeant Hammer only. To make it extra legit, we've turned Hammer's Z-Thruster ability on at all times, except when sieged up. We can't kick off a new game mode without talking about rewards. Keep in mind that rewards will likely evolve over time, but to start off, each brawl will launch with its own unique portrait reward. Complete 3 games in a week to snag the portrait along with some gold. Don't worry too much if you happen to miss a brawl 1 week and didn't snag the portrait. Odds are you'll see it rotate through again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If you already have a portrait for a particular brawl, you will still walk away with a nice chunk of gold and hopefully a few war stories to go with it. Heroes Brawl is all about trying new things in a fun, approachable game mode that you can share with your friends.欢迎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New TV 为您倾力打造的 NSL 守望先锋季前赛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袁，我是解说伟哥，大家好，我是解说耀俊。那我们上场比赛当中是VG非常遗憾以2-0输给了皇族。对，确实皇族在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状态上还是配合上都要优于 VG 的。对的。那下场比赛是 WE 以及 FTD。WE 对阵到 FTD， 那 WE 的话它成立这个 OW 分布时间也不长不短，但是 FTD 确实是一支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从9月份开始，因为9月份我才认识那个他们那个队伍里的人的。对，那 FTD 这支队伍确实是一个新进的黑马，面对之前老牌的 OMG， 他也是不若分毫，2-0干净利落的将他斩于马下。然而反观 WE 的话成立的时间很长，但是一直没取得过什么成绩。是，所以在比赛当中有所突破是 WE 需要去做的，但是 FTD 的话要持续的稳定自己的一个状态，是否能够对阵老牌战队的时候能够发挥更加出色。好，那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双方的队员信息。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FTD 的选手。首先的话确实是一个新战队，因为他们还没有队服，但是各个都是特别有精神的。然后他们的主力的开了一位，他们开了一位就是 Max， 18岁的一个选手，叫做吴彦博。对 ，Max。之前他这个名字叫吴彦祖和吴彦博嘛，就对他印象很深。是，然后当时我们还稍微调侃了一下，对吧？然后 YYD 的话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主力输出位，但是他也英雄池发现这支队伍英雄池还是挺深的，还有用到76，因为是天地上的高分路人玩家，所以说你能打到高分的路人他都是会很多英雄的。是的。然后的话这边一个最有特色的名叫 SSSS。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支战队在那个战点图上面确实对于体系的理解还是比较深的。是的，那我们要看一下会不会选一些推车图了，对不对？好，来看到这边是 WE 的选手岩，也是一个输出位置，同时的话 Free Sky 也是给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副 T 的位置。然后后续的话突击角色以及那个杨修志，他竟然只是有两个英雄，大锤和星星。然后那个 Blake 的话也是两个英雄，卢笑和安娜。他们战队对于自身的定位看来特别了，就是清楚，我就打奶，我就打主 T。而且只要这两个英雄的话，就一定能一直打下去，没有问题。对，而且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是双辅助位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人我只用安娜，一个人我只用 DJ， 或者到了一些这个特殊地图的时候，可能会拿出一个那个天使，或者是秩序之光，对，可能会掏出这样的。但是80%-90%几率都是使用同一个辅助，一个人使用一个辅助。其实会玩安娜的人的话，玩其他英雄也不会差的，不管是麦克雷还是寡妇。因为他都需要一个很稳定的枪法。是的，我之前看到就是在很多的韩国选手他们用到了安娜，他的这个爆头率非常准。用安娜爆头吗？
不是，就是那个安娜的那个枪的命中率，对，命中率特别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地图的一个 BP。 那地图 BP 的话还是双方要搬掉四张地图，同时五张剩下来地图在这个 BO3 当中选择。一开始 FTD 搬掉了沃斯卡亚工业区、伊利奥斯、国王大道以及爱辛瓦尔德。 WE 搬掉的是阿努比斯神殿、花村、直布罗陀以及66号公路，放出了尼泊尔和漓江塔。感觉这两手放出来 FTD 这边有点稳呀，对 WE 这边要遭重了。好，我们看到这边的话首张地图就拿到了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努巴尼。然后其实努巴尼他的开场音乐是特别有特色的，现代感，对。然后努巴尼的话，上一次我们解说了一个比赛，什么堡垒绕地下室，对，然 然后被小美的冰墙封住，封住了己方大学的大招，是，然后帮对方的堡垒来了一波收割人头，五杀，来了一波五杀。确实那个堡垒要从地下绕下去的话很难不被对方发现，对，特别是面对职业战队沟通这方面做得特别到位的一些情况下，对，如果说想偷一个人都是比较困难的。是的，那好的，我们双方选手已经是准备就绪了，马上要进入到第一张地图，努巴尼对战双方 WE 对阵到 FTD。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NewTV 为您打造的 NSL 守望先锋季前赛的直播。现在是八进四的第二组的队伍，由 FTD 来对阵到 WE， 地图来到了努巴尼，进攻方 WE， 防守方 FTD。 这边防守方 FTD 阵容在卖萌，他刚刚还选了一个没有大锤，哎，真出门了，57秒56秒，不会吧，寡妇没有，我还以为他真敢出门，但是这边阵容依然很神奇，他选了一个跟上把危机一样的情况，就是选了一个星星来防守。他这边主要还是这个星星，主要是防守二楼资源给了一个麦克雷。但讲道理，因为这张地图不一样，努巴尼的星星防守很厉害的。对，因为这个星星左右两边有个二楼，可以给你左右横跳，它足够多的空间让星星来搞，不像之前的那个国王大道没什么空间的。嗯，然后这由于没有一手大锤的话，很可能就是右边的这个门他不要左右吧，对吧，右边的这个门可能就查理亚会上去放几个右键，并不会去要这个二楼了。主要是因为这现在很多战队选择了一个星星加原氏，就干这种打法，牵你的右边右手边挂单的一个麦克雷，所以随之 FTD 就这个套路就出现了。对，我们来看一下 WE 的阵容，大锤 WE 的阵容的话也是选择到了星星，然后同时的话原氏加上死神大锤，然后双斧，其实一样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星星和原氏就是选择干这个右边二楼，但是这边他们的排兵布阵让这个星星可能比较难发挥。男鹅的话 WE 没有盲目的保护以及一个稳定的开团控制，是的，这边两个绕过来，星星想绕后，这个绕过来结果发现对方的人根本就绕后，这一波还不错，看一下盲目电不掉。那边的话 FTD 的 Max 是已经掉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是、啊、这边他们的站位上的话出了问题啊，这边站了几个人，那边人员的话根本帮不了什么，只有一个，这边只能说 WE 的集火做的比较明确，一开始把他们的一个主力核心 Max 先杀掉，这个站位上是完全看不懂的。对啊，我本来以为是右手边会站星星，他肯定是全部站到左边去，右边只站了几个人，这种情况、啊、没有机会跟别人反打的，而且没有及时的从二楼高台撤退，这也是刚刚就是 FTD 的一个失误。对方一波集团抱团上来，你这边的输出点根本没有第一时间能打到任何人的，有星星护盾和大嘴护盾，麦格雷没有用，原氏没有用，本来是等对方位置站开之后的话就切的。是的，那么 A 点很快，这边 A 点掉的真的非常快，也是突破了之前的记录五分。这个星星又是往前一个跳，身上有大招，说都可以稍微卡个车，他目的很简单，配上一个原氏的激素赶了下去，一个推推掉，一个原氏过去，被反拍，可以削不得就没有问题。哎呀，那么这手先手开团的话 ，FTD 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又是一路过去。
而下一波的话，如果这边的死神站好位置，已经开始传送了。嗯，岩的话传送过去，安娜很快就有大了。传送过去，对方麦克也走了二楼过来，两边皇城 PK 一波了吗？要偶遇了。哦，他下来了，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一旦这个走过去，其实不怎么稳了，可能打不过。这边死神这个位置，星星来帮他了。当的。星星帮他一手的话，赶走二楼的人，麦克雷过不来。下来这边的话，有速度可以打，大招带起来。对，防守方的星星也是在二楼被睡了。被睡了没有关系，那边的话，一个防守的麦克雷 FTT 能不能放出武士一道？他打到了一个死神，后续的话情况有没有顶车的人？原是听一首歌。没人顶车的话就没办法。这边这个安娜应该也是将死之人，一个 shift 直接带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守望先锋这款游戏对于滚雪球这个效应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一波团战输了以后，接下来的团战对于防守方来说确实劣势也很大。这样子的话，下一手的循环直接又是技术拔刀，对方的阴葬都可能完全抗得不了。而麦克雷的位置的话，这个大招其实很难放的，这边先手开大招给了大锤。FTT 这边大锤还是被带掉了，而后续的情况的话也是完全碾过来。接下来基本上就是大锤就在车边随意抡就行了，就感觉这个节奏是让我们眼睛都完全跟不上，就突然就结束了。是一路平推，刚刚其实那个位置我觉得死神加上星星那个位置是很危险的，是绕到了对方的一个后排，而且没有人保护他。大锤一个激素查理亚，激素加阴照这边还能去了，效果不是特别好。FTD 那边的话，原是可以复活过来，有大招的拔刀效果，但是毛妹阵亡，这边大招大过去，大招也没大到人，大通了。看原是最后一手 Max 了，被电到，禁了车子也过去、哎。好，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WE 以非常之快的时间推到了终点。是的，这个感觉就是虽然说时间很快，嗯，不就威继和那个黄猪打的时候推的也很快，嗯、但是感觉团战的话每波我们都跟上镜头。这一把的话我们根本看不到什么镜头就推过去了，就解说都没话说，根本就我看到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星星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然后发现人都不见了。对，根本没有镜头的。是的，那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总结一下，就刚在那一点的话，第一个是 FTD 他对于 A 点的防守的时候站位是有一些失误的，他明明选择的是星星去保护后排的安娜加麦克雷，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那样的站位，而是选择在抢占左就是那个常规的那个二楼高台，但是被星星针对到集火到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撤退，这个就直接把点掉了。 W 这边换了个老鼠，要不要选出来？现在优势这么大可以选的，尝试一下没有问题。对的，出门，兄弟是真男人就出门，不要在老家犹豫了。是的，换了小美，他犹豫了。小美，小美是一个比较稳的选择，他这边还是没敢尝试。而防守方选择阵容依然是星星防守。其实虽然我们每把看的话，防守方的星星都输了，但是这也可能是现在的一个他们训练赛中或者是主流打法，要不然不会有这么有默契的。直接选，都是选了防守方星星。那其实这个阵容的话，就比较像我们。就是上上周解说的那个阵容，就是由这边安娜加上麦克雷在很后面的那个二楼高台，然后星星去防守进门的那个二楼，然后同时的话小美加上大锤和一个辅助在这边第三个这个高台。是的，哎，我们去规定一下这个怎么就右手边左手边。当你说防守方的时候很简单，右手和左手。对，因为以防守方的视角来看，右手后台出门了。嗯，这边进攻方选择的阵容是上一把的 copy， 大相径庭。是的，其实我觉得他那个阵容的话是进攻方更加好用，就是用于进攻的话会更加好用一点。这个时候有小美在的话，他们肯定会选择走正门了。嗯，我们看一下，还有的是绕地下室的，好像是的，地下室绕过去，星星这边也绕过去，原氏那边同时跳找到小美，小美那边有没有冰箱给出来了。而这边自己的血量的话瞬间被压下去。是的，他有点贪心了，就小美应该是吃了一个。正面一个开的话被禁掉。FD 大锤已经掉了，后续原始只能跑，没有机会。是啊，这里安娜没有阵亡的情况之下，这个麦克雷输出还是非常准的。第一波的尝试并没有成功，而且刚刚的话配合上一个同步。刚刚就是他们也想模仿，就 W 从后台去跳，但是他们人员有问题了，有问题了。DJ 出现了出现了失误，这边被剪掉一个的话，一定是要往前压的。是的，看一下，直接去找麦克雷。麦克雷，但是这个位置配合安娜加麦克雷，基本上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基本上干不死他的。麦克是直接秒了。
把刀塔安娜带走，正面的话还是打赢了。小美那个离根在拖，他能拖多少时间是很关键的点。大锤那边再打掉一个人头，星星那边压过去，他的血量见底，手上有大招要放吗？九十一的血量冷了一手，什么时候放？放不下 ，A 掉了、哎、呀，还剩12点血，这竟然是打赢了。这大锤好强，生命力顽强。这个时候的话，一个麦格雷过来降到安娜的治疗效果，星星过来把他赶走，赶走之后的话，暂时打不了输出，点是踩不了的。是的。而 W 那边的话，星星可以赶到战场，有大招的效果。哎，激素给了大锤，这边 FTD 这边大怎么打？这边一个麦克雷攻二连带走，一个激素星星卡着对面 前排的话也特别难受。两分钟 W 还是守下来了。如果这种情况打不下来的话，我感觉 FTD 机会已经不大了。是的。我感觉刚刚如果麦克雷是个死神的话，这对于残局收割的能力可能相比麦克雷的话，死神就稍微强势一些。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配合做得很好，刚刚大锤一个人在叠力简直就是 carry， 大招都没放抡死两个人，他那手空中抡死一个，右键盾顶的有点好的，是的，然后星星接力，然后吃了一个安娜激素，关键他一定知道原色的血量是只够他一次就死，对友他对手肯定在一滴血，对队友肯定在叫一丝血一丝血，原色一丝血一滴血，这个被碎了没有问题，他只要保他就行了，要撞吗？没敢撞，应该来不及了，刚刚如果撞还是第一时间有机会撞死的，他们这边是没有查理亚，撞到是必死的。哎，星星直接跳过来，星星一手防守，把人想赶走，两边互换一波。这边应该是把一个开大的麦克雷推开。FTD Max 原是已经死了，少了个主力输出点。小美扔大招，有冰箱在手里吗？放出来没有问题。一个极限冰箱，在取消掉之后的话，右键开始输出。星星动倒了三个人，没有人收割就很关键。大招被挡住了，有激素可以加速过去，但星星快找到他，有护盾挡住，能穿墙吗？穿过去开枪，但是有阴障效果。哎呀，被反手吃了一个大锤的大招，为你开大。是的，然后温斯顿经常输出，那也是这个麦克雷是跑不掉了。一个复活的麦克斯很可怜，这波又是没有机会，大招开出来直接被电死。两次死亡之后的话，最后时间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这一波接下来 FTD 应该是能赶到加时，但是他们手上只握着一个大锤大招，基本上打不赢了。这个时候小美怎么操作都可以赢了。这场 Max 选出了一个原石，但其实没有人去配合他，这真的好难。可能小美封下门，看一下这个原石能不能碰到，应该是能碰到。先封一下，先收大锤，大锤一阵亡，没有机会，大刀卡住一个路口，先收大锤，收的话来，然后狼开，没有了。嗯，确实没有。那么第一场的话是 FTD 获得胜利 ，WE 获得胜利，不好意思 ，WE 获得胜利。恭喜 WE 获得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哎，我们看到这真的打了很果断啊，就是我觉得 FTD 这里还是有一些配合上的问题的。你看刚刚那个什么星星跳到高台上，没有人帮助他集火，自己去送了一波，然后在防守的时候，对面星星就知道集火，然后你还不下来，这个就是配合和实力上的问题了。阵容是一样的阵容，打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场最佳是给到了 WE 的 IN，这波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嗯、对，其实我们有想到说拿到麦克雷和原氏的时候，肯定就是原氏的一波伸手拔刀，或者是如果是推车图一般这样的情况是麦克雷先大招去压车，然后再用星星去收割，但是他刚刚确实星星那个封门个人操作做得很好。好，同时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当中也是努巴尼，但是很遗憾啊 FTD 是 A 点都没有拿下来。那么下一张图，下张图你觉得会漓江塔和尼泊尔会二选一，而且他很可能会选尼泊尔，因为漓江塔的话大家都打过，嗯，然后而且漓江塔的星星的发挥空间会很大，主要是漓江塔的话比较常见，比较大家都会打、嗯、然后 FTD 可能会练尼泊尔，对方没练过尼泊尔、嗯、瞬间一波的话打成1-1的比分，对，也是能够立马搬回来的。我只是这样预测一波，但是我觉得 FTD 上把因为面对 OMG 打的就是两张战点图，对、嗯、我觉得他说不定会对占领图会有 更大的信心，对，所以说基本上是不会变的，应该就是这两张之中的一张了。是的，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就是今天 FTD 能不能拿出一场这个占点图的胜利。但是相比刚刚上一把来说，可能 WE 这边硬实力会稍微比 FTD 强势一些，对，因为 FTD 是一个平推，而这边而且我觉得他们队伍组成时间长，就意味着他们其实练习了这
以往的套路，他们练习很多，他们非常熟练。其实我发现最关键的一个点，他们 W 的平均年龄啊，有五位选手都是十八岁，一位22，一位还有个25岁的。嗯，但是那是他们的一个奶。对，24岁的。然后的话，他们这个就是说，如果每个选手有天赋的话，只要给上时间，他们就一定会变成很恐怖的队伍。是的，确实 WE 就虽然说这张地图上没有看到一些新颖的点，但是他们的一些默契的配合啊，包括个人实力，我们都是非常认可的。对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确实也大家都是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开始更多的套路，不像以前就是单纯的222，现在也是有很多很多花样的套路出现。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喜欢守望先锋的一个中国玩家，我也是特别开心的。其实目前的套路还能坚持一个星期啊。因为下个星期就整个环境全变了，是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嗯，其实不仅仅是英雄的使用上来说，就是地图上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开拓。比如说这次其实暴雪战的话，它爱辛瓦尔德用了非常多，然后有一些国家在这个地图上吃亏就吃得非常大。这个东西很正常的，一个竞技游戏，你哪个地方越不厉害，你应该是越去练的。如果没有这种的一个心理的准备和一个决心，那么你是混不下去的。对，但是好像经过这么段时间，好像咱们中国的一些职业选手好像都是有点回避这个爱辛瓦尔德的。如果有地图 BP 的话，都会主动的逼掉。还有什么那个神殿呢、啊？花村呀、啊，阿努比斯神殿。所以结果这个暴雪嘉年华一波直接懵逼了，就很正常。是的，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地图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地图的班选。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里的一个比分情况。那么在首场当中呢，是由 WE 3-0是把车推到了点上，也是努巴尼非常精彩的发挥。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这个多拉多，所以说并没有选择一个站点图。我觉得这边 FTD 还是年轻啊，不服气，对吧？其实多拉多这张地图上，我觉得就是可以变换阵容实在是太多了。进攻方 A 点默认国际打法半障。对，基本上就是拿半障，然后射两箭 ，A 点就过去了。嗯，还有一个就是拿百合，拿百合去压制对方的一个单点去锯掉。A 点的时候应该是 B 点的时候比较好用 ，A 点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广场上。对，广场是那个 B 点的时候了已经。嗯，所以说这个地图可以说我们大家知道一些关键点，但是又每个关键点上用的阵容啊，包括一些套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看，首先看到，其实我看到这边 FPD 它的这个选手的英雄池是非常深的。其实我觉得多拉多就是一个抢占二楼特别关键，各个 A、B、C 三点的一个抢占二楼，谁抢到二楼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开团全是选择在你手上的。但是 A 点很烦躁的一点就是，一定是进攻方抢二楼，对，防守方是抢不了那个 A 点二楼的。嗯，然后其实，在第三个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拐角小美的那个暴风雪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就在第三个点是很多队伍都会去拿小美的。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双方选手已经是准备就绪了，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下半场的第二场比赛，由 FTD 来对阵到 WE。 好，我们看到地图是来到了美丽的多拉多，同时的话进攻方 FTD， 防守方 WE。 哎呦，我们可以看到 FTD 装甲车，这个装甲车这个套路面对一个纯推车图，他们是有机会实施的。我感觉他会换成半障，买了一手吗？那这边 WE 呢，选择的就是常规的22死神配小美，在这一个 A、B、C 三点，他们这个两个 C 位都是特别容易发挥的，一个天降滚筒洗衣机。面对堡垒的时候的话，只有一手克换了半障了，已经换了。如果正常选了堡垒的话，关键点在于第一波瞬间压下去，如果只要给对方堡垒拖了时间，你就打不过了。进攻方还是拿到了半障。国际惯例，半障去这个位置开始射。二楼看一下，一箭下去，哎，找到了一个人，好像稍微偏差了一点。他这个真的是自己的角度出了问题了。正常来讲应该是必杀的，但是没有关系，自己一个人继续远啊。对方的2是没有麦克雷的，只有小美的右键能压制他一手。车子过来之后的话，开启一个疯狂输出模式。我看到这边是带到 FTD Max， 应该是一个是的，刚刚爬上墙带走了小美。他是一个右技E 技能带走小美。同时的话，大锤那边一个人冲过去跟队友失联了，之后的话自己掉了。那半张再射，半张这边有大招了。大招马上好，雪狼没能帮他抬吗？看角度去正面。他想找一个高台的位置。不过己方这辅助又是被这个死神给杀了。
所以这个硬这两波的话，一个关键操作让对方的进攻节奏拖了一手。是的，而且 FTT 这边的话，己方的那个毛妹大招啊基本上是没充能的，嗯，所以他单独想放好大招也比较困难。这一手的话其实很难打，对方小美赶到正面，只要放个冰墙隔开，右键打一下大招就好了。哎，这里是吃了一个安娜金斯的死神，但是反手的是一个暴风雪加上龙的配合，没有用，他只剩他一个了，而且没动到任何一个人。这边动到大锤和小DJ， 但是这边输出位都相继阵亡，嗯，没有办法给予一个正面上的一个输出。是的，我感觉这个毛妹好幸福啊，打完两波团还是50%充能，好难受，真的没有任何的去攒这个能量的一个空间。半藏的话暂时不用换的，如果这条命不闪再去打一波。那这边 WE 呢占据着二楼高台，一个安娜加一个死神的激素，这 combo 应该就是接踵而来。其实按照这边心境肯定会跳，直接往上跳。其实这个时候半藏的输出角度不好打的，因为他别都在二楼的位置。是的，这边也是吃了一个禁疗被睡，半藏死了应该换英雄了。在那个外面的比赛打的国外比赛的话，嗯，但占了 A 点之后直接会换英雄的，不会留半藏的。是的，他还要选择继续用出来。他说我玩半藏不是为了半藏，我是为了一种信仰。开黑吗？我玩半藏贼溜。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以前玩半藏我都骂不过队友，但是自从我玩半藏玩了3个月，什么队友我都骂得过。好，来看一下这里的话，继续选择死神在二楼高台防守，应该是要攒往下压过去。是的，要等一个大招的循环往下压。这个查理啊，如果说没有 shift 护盾的话，应该也是死。哎，但是被睡了就特别关键，配合一个半藏的鞭尸，这一手压完还没有换，后续的情况没打好，那这样子就有机会了。进攻方可以找到机会爬到二楼，爬到二楼直接从正门放一个大，然后星星也已经上去了。这个时候一旦站好位置，半藏又开始变成无敌情况了。楼下有一个毛妹配合他，这一波真的是后续的收割情况没做好了。是的，导致 FTT 反手打赢了一波。死神被睡特别关键，因为他当时如果查理亚掉的话，他可以回头。小美先手开暴风雪，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星星的位置非常厉害。这星星，半藏龙的边的话已经是收割了3个了。是的，剩下剩一个小美瑟瑟发抖。这样子这一波的话，这个在多拉多地图上 FTT 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啊。是的，这样子他的半藏又不会换了。肯定不会换，因为最后一个点的话比 B 点半藏明显要厉害很多。死神这个意思回家好像是要换一个麦克雷。嗯，这个点的话麦克雷对于这边跳脸过来的还是比较有用的。这边星星是有大招的，这边 WE 如果说选择占据二楼的话，二楼不会站得特别舒服，应该会被拍散。嗯，刚刚那波配合很好啊，就是星星直接干扰到对方的一个后排奶位。星星上的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对后面队友没有跟上，他也没有选择果断的上去 gay。只是在这个高台上稍微半藏的大招已经耗好了，蹭完之后的话他这一手的配合，哎，有大了，先给音波剑大招开始要射了，感觉位置特别舒服，直接是神龙之刃，但对方全部下来压了一手这边重力喷涌的人，压掉两个的话这个大招也是空了，没有办法，没有毛妹配合其实就是没办法的。是的，后续的一波收割，半藏的话只能选择仓皇逃命之后的话阴兵英雄换不换。他们这个 FTT 有个最大的问题啊，他们的毛妹查理啊就永远感觉没有存在感，大招永远能量没有，没有能量就没有存在感。是啊，能量没有，然后又不能保护自己的前排。这边小美扔的大招但是效果好像不是特别好。小美大招，其实这个时候 WE 如果卡到这个点的话，面对 FTT 也是特别难受，他们只能选择可能直接去预判一波反晕道，再走的话他们掉了一个，现在半藏的位置没人可以找他了，掉了个死神，但是有星星可以强行贴进去打呀。这边两个小美狂蹭 BK，星星果然是吃了一个纳米激素往后开始跳，小美还换了一个人头不错的，但是车子还是一定会往前过去，而这个毛妹大招的情况是64%，半藏那边马上又要好了。嗯，后续的一个阴罩给上去，两边各种阴罩打起来的残局，在互换人头的过程当中的话，这边防守方会慢慢获得优势。是的，好的，没有问题。这边 W 的话优势差掉对方一个人，这个优势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就是残局耗得太慢了。因为 FTT 刚刚的那个麦克雷是开大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的星星直接从二楼高台拍下来，缺少了一个输出位，所以他们并没有能够把这个星星吃了一个安娜激素之后那个输出给补上。千呼万唤使出来，这边的毛妹的配合又要起来了，97%。星星上去先签个阵容，把他们压缩一下。嗯、压缩完之后的话，重力喷涌那边，但是没有把这个死神限制住。是的，死神连 shift 机都没有交。位置比较分散，重力喷涌不好给，哎、找一个时机。那边的话，
这边打的已经是比较混乱了，一个开大的星星配了一手，这两边三个人全得中，可以死神放了无敌躲开了，但是没有用，后续可以被收割，大招是不敢开的，这一枪差点打到毛妹，一个 shift 差一点点，要打到毛妹的话这手就不好说了，现在可以慢慢抬血，抬起来之后的话麦克是死了少了一个半障的限制，但是星星可以压门口，大招可以开起来了，直接往外拍，再来一个波队可以开，差可以开了，没有1.93米，特别可惜，但是吃了一个禁疗以后没有问题，他们这边还是有大招 gate 住，直接把这边给全赶走了，主要死神是最后掉的，他这个第一时间没有到战场帮他们分担输出，还是挺可惜的。嗯，那这场当中 FTD 是成功的把车推到了终点，正在互换攻防位置，还剩下1分32秒，他那个半藏确实贼溜，对的先预判带走一个死神，然后星星跳进去配合查理亚的一个重力喷涌，这个毛妹她大招好的慢，就是另外说、嗯、是最伤的，另外说她的大招每次放的时机啊 B 点那个位置大到三个，这个最后一个点的位置大到三个、嗯、这个时机放的好的话只要不浪费打赢一波团我就能赢，就可以不换嘛，我打赢一波团我就能赢，所以说根本就不在乎好的快慢。是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防守方是 FTD， 进攻方 W， 那 FTD 这里的防守阵容选择了一个常规的死神加麦克雷、嗯、对，死神加麦克雷，然后双大锤查大锤加查利亚，查利亚 W 这边明显是不会玩半张的，如果会的话不可能 A 点不选的，就像训练时那样先计划再执行，站的位置没什么区别，还是一样的一个老的情况，双方是一个镜像阵容，接下来就是看对地图和英雄的理解，好，来看一下，但是其实这边如果 W 防守这里 W 进攻这边如果没有半藏的话，那对于二楼这个高台就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了，十秒倒计时，从第一波团就能看出后续的情况了，是本来以为第一把的一个平推将碾压会 FTD 没有毫无招架之力啊，没想到第二场的话一个半藏打出了一个局面，能到终点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定会有下一波的资本、嗯、这边应该是躲到大锤盾后骗一个大锤的 E， 双方大锤都比较有经验，都没有在这边选择抛E，但是二楼的那个死神是没有人过来去找他的，没有人可以上来，这没办法，对，但是所以这个死神一定要猫在这个点当中，等对方的前排先过来之后，我直接到后排进行干扰，一波绕后开起来了，两方的一个开团，哎，还是找机会找安娜，但这样的打的话是打不中的，输出已经给慢了，能倒到麦克雷吗？麦克雷那边死掉，可是己方队友全部被推掉，没有用，绕后的死神就怕这一手、嗯、因为你真的你掉到别人辅助后面去旁边你就你真没有机会打几枪马上被回回来，真没有机会一下打死的，是的，嗯，可以说这个死神这个点还是比较难的吧，在第一波防守当中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打漏也打三枪，打辅助也打三枪、嗯、其实可能差不多的，是除非是脸贴脸刚好就面对面，嗯，就只要一枪，讲道理的话一般也是要三四枪才能打死一个辅助的、啊、看到这个车是很快的推到了 A 点这边，好，那对于这个二楼的一个高台防守方式 FTD 进攻方这里看一下有没有可以针对一下的、哦、这一手掉下来的走位完全是出了自己出了失误了，是的，队友这边被迫下来之后的话进行一个防守，但是这防守阵容已经很差了，但是安娜虽然一直在给这个大吹奶子，但是面对对面成盾大到三个不要开大招，直接开始左键输割，如果是路人局我肯定开大收割了，因为可以抢得进来镜头、嗯、硬的这个麦克雷确实强，硬的麦克雷刚刚在那边就单点掉，我刚想说是拿什么点去针对对方二楼一个高台，就直接点掉了一个麦克雷，这边麦克雷和死神对拼的一个细节就是死神的 shift 能不能骗到麦克雷的闪光弹，嗯，那刚刚就发现没有骗到，大招独条两边互相毒、嗯、但是打野的先手、嗯、他有激素效果，对，而且还吃了激素，他有激素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打得很准，这边招呼已经打起来了，心态有点开心，很放松，打开心了，还这边5分46秒的时间真的是有点多，讲道理车子没停过一下，但是这个点其实5分钟跟3分钟其实差别不大，如果说团战打得好的话、嗯、FTT 能形成一波很好的防守的话，
中立朋友要先手的感觉，等往后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往前吸，开大开了之后的话，但是毛妹的能量不是特别高，有一个阴杖的保护的话，把队友血抬起来，收到对方人头没有问题。但是 W 很聪明，他们都不教没有教大招，他这边是先知 FTD 的一个查理亚重力喷涌配合莱因哈特的一个大招，然后但是这边 W 及时的他的一个大锤先出去了。这个基本上是只要看那个毛妹的走位也能看出来的，你自己平常玩 TNT 高分点的玩家都一下能意识到，这个时候的话让你大好了，慢慢大。对 ，W 下一手就非常舒服了，有一个控制大招加上死神的带和一个卢啸的大招，就等于一手安娜的基础。虽然说 Max 这边的原氏拔刀要好了，可是这几场的比赛里，他原氏基本上没有刷过屏的。而且在这个地图上，原氏其实拔刀收益不大。这边 W 就是头很硬，一定要推这个车，还是没有选择死推这车，还是选择占据二楼。我这边大招比你多，干这个二楼我有优势。基数要给死神了，死神那边拿到基数之后被碎，死神被碎很关键。原始拔刀这边人很多，有阴伤效果保护一手，这边被禁疗了，他这个时候的话刀已经没有意义了。后续的一个收割情况，麦克雷点到一个安娜，这边 W 的话往前压，大招还在手里。麦克雷滴血没死掉，这边手上还有一个带，他现在没有加速效果，不敢随意的放出来，等一个好的时机，让车子过点的位置开大，找的机会不错，但是被反弹。好可惜，他刚刚主要是一个基数死神被碎。面对他们这个 WE 这个体系来说就特别难受，没有基数的死神太大，你一个人你舍不得开，人多的时候你开就被激活秒了。对，如果不是什么天降的或者怎么第一时间如果激活的话，一个死神大招刚刚时机是真不错的，人确实是多，但是你一开就被别人打死了。是，那 FTD 现在其实优势还挺大的，手上有四个大，两个控制，就等一手这个原氏直接去拔刀，给安娜给他一个激素。刚刚 FTD 的安娜真的是立功了。是的，这边就是偷车，我一定要头很硬把这车推过来。基数的一个强化大带掉人头 ，W 大锤没有用，没有撞到，撞到的话也没有意义，因为他大招已经好了，根本加不了能量了。下一波又是一个阴杖加拔刀，对方没有阴杖，这一手原氏砍人是应该很好砍死人的。是的，刚刚原氏是没有大的，直接是吃了安娜基数进去。这一边 WE 呢就看一下能不能跟毛妹吸六个，然后刚好大锤顿破吸六个吸六个，然后大锤大六个，对，完美 perfect。 但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异想天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二楼顿多还是先吸到了大锤和查莉亚，先激活提他。这一手的话阴杖是完全没有给的，应该是陆啸没有到位，导致阴杖给不上去，他在楼下。这手的一个走位失误断送了队友的四个人头。他这里其实四个，你在有大招防守，有这种查理亚和这个大锤的情况之下，你没有选择去防守，而是选择在二楼。本来应该是基数加拔刀反手一波的，特别有心机，躲在拐角里就等着你们出来给大招，再给阴杖出来顶点。这个时候的话顶点的效果就看后续的一个情况，来找麦克雷，找掉了，找掉麦克雷之后的话正面人已经全死完，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把车推到了终点了。他这个走位好奇怪呀，为什么会跟队友全部脱绝？是啊，我也不懂，就为什么刚刚有大锤有查利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去再防守那个二楼？他刚刚的想法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面到底是走哪里，可能是选择一个 DJ 卡车。跟这个没关系的，辅助力肯定是跟正面的，他绝对是自己出了问题，他不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那个思考的细节。其实他是往右边走一点，只要能看到给到一个视野的话，开大招也是能给到二楼的一个队友的。嗯，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一个是两分十几秒，一个是一分三十二秒。对啊，那这里是应该由 FTD 先进攻，对，然后 W 进行防守。Max 这边选了死神，不用半杖了吗？用死神正常打的话，就不好说了呀。W 也还是用之前的一个防守阵容，小美加死神。他这个是都是天才选手吗？换了一个人选半杖。这一手的话不清楚，待会的话再看，应该是会换回去的。好的，一个闪光加上一个半杖应该用不出来，因为闪光跟半杖是不搭的，两者完全不搭。这边防守方阵容的话还是在二楼高台保留了一个小美，上一把的话就被小美一开始被先手半场秒了，导致后续出了问题。所以这一波看一下这小美的走位了，能不能再被这边的这个 Max 他那真不是走位有问题，其实小美那种情况跟半场单挑肯定是不怕你的，只要射空一箭我就能打死你，但这个半场直接秒了也没办法。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没办法的。好了，又来了，就不怕你，我被你杀了一次，我也不怕你，因为就正常情况来讲，靠近你之后的话，小美应该是有小有优势的。哇，这个优势瞬间就化为虚有了。小美虽然射了一箭爆头，但是的话没有秒掉一个半炸。这边大锤被隔，隔了，留了一条小路，能给他支援。但是支援的话，这边血量已经是不是很健康了呀？慢慢抬血，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关系，压掉护盾之后的话，半杖可以输出的。如果半杖这时候准的话，打出很多效果出来。真的，48%的能量，刚刚应该是没打到什么能量出来的。又弹射箭，就是这种情况。我的天，就这种情况。然后他对面先退开，没有退开吗？半杖还是被收掉了，位置不好。那么这样子还得卡住很长时间，而 W 这边的话，毛妹大招好了，这样子一波可以先手过去，时间33秒，不着急。对方释放怒火了，这边一个直接吸一把神吸住，逼着他用 shift 键，他没有选择 shift 键保护大锤，不让对面大锤松盾，这边呆呆呆。后续的一个残局情况的话 ，W 已经赢了。是的，而且这边死神在转完大招之后，他还能吃一个激素。断档了，关键这波断档就是死神虽然半藏虽然说杀了小美，但是自己的位置跑不开。同时的话，一个飘也是躲过了半藏的这个神龙摆尾。那么这个车子的话没有过桥洞，是的。那我们看到这场由这个 FTD 进攻，这个车子是没有过。没有过的主要关键点还是当半藏打到小美的同时，小美放出了暴风雪，让他队友全部被逼到往后退了。第一波是半藏先杀了死神，但是这边小美的兵强力攻了。是大锤割掉了，他挡了两波机会，第一波机会挡住对方进攻，第二波把对面压走，收掉半仗。其实 Max 这边发挥其实是特别优秀的，但是可惜这边小美对于这个桥洞的防守来说，确实是特别强势的一个英雄。这时候 Max 心里只在后悔了，为什么不能早0.1秒射死小美？一旦射死了，队友就可以全员跟上了。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防守的。小美大招丢出来。防守阵容好了，防守阵容 FTD 是拿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常规的麦克雷加死神，同时的话查莉亚加莱因哈特。其实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 FTD 为什么不把这个麦克雷换成小美，在上把刚刚被小美支配的一个恐惧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换，而选择了一个麦克雷？玩的并不是很溜呀，只能这样解释一波。是刚之前有拿过小美吗？他们没有拿过小美，他们从没有拿过小美，但是他们这把开始玩套路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套路90%情况是害自己。哎，不对，绕这里就不一样了，绕这里，绕到这里就有机会让对方崩了。这个是，我以为他们绕那个房间里是肯定不行的，绕这里就不一样了。但是大部队这边的走位，死神直接是把对面全部发现了，这一波灵性走位。但是还好带走死神，对面应该不会选择开打。没关系，这波损失很小。出生点太近了。他是损失很小的，如果正面过来损失6个人头的话，大招能量循环瞬间爆炸了，这一波损失1个人头没有问题。现在打回了一个正常情况，慢慢往前压。这把很神奇，是 W 和这边这个麦克雷应该是想互相伤害，但是被 FTD 的麦克雷先收掉。但我们看到这边 FTD 的死神是跳下来了，那 FTD 也选择很果断的就往前扑。这边少了一个麦克雷输出位，确实这个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压制。没，对方没有人可以跟他对点。麦克雷重新复活可以把他压一手，但是这一枪一个钉钉完之后的话 W 那边又很尴尬了，他们时间还是有的，阴障没有给阴障。哎，这里看到麦克雷是有大招了，可以上二楼高台。这边 W 其实最尴尬的就是没有人去针对到这个麦克雷，如果单纯从枪法来点的话，刚刚说完，他这波有点膨胀，一个人顶着3个人打，被炸弹炸掉了，可能随时接下来的就要为他而背锅了。但是 FTD 这边给了一个死神，能不能出现呆呆呆？碎掉撞起来之后，能不能出现呆呆呆？还差2%，又被晕了一波。过去大招开起来，这边的话能打死，能打死，但是隐患出来了。他的大招用太多了，隐患就是刚刚 FTD 这边的。DJ 也叫了大招，是，然后查理亚也是大招交了，然后 W 这边的话反而手上大招更多。是的，关键是有一手这个控制，这边 W 是接近有5个大招，安娜如果随便拿应该20%几乎应该就好了。那这边其实你的 FTD 大锤发挥作用，麦克雷也有大了呀，朋友， FTD 的大锤发挥作用就特别大，如果他一下大6个，就像这样子就有很有机会。后排反被大了，那边的话情况是 Max 在收割，
带走起来，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一个死神被推走，离不开车子旁边，这死人来找到之后一枪爆头，后续的一个矛这边查理亚能不能顶住，没有用了，顶不住。这个游戏捡了圆之后能压你的时候你无法去反杀的，但是刚刚其实就是大锤如果是能搭六个然后输出跟上，如果麦克雷独打带走三个的话，你要想对方也大了，对方也有控制大招，也反大了，关键是那个大对方大锤的位置更好，是冲到你后排之后带大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先恭喜 WE获得到了这个第二场比赛的胜利，那也是2-0带走了 FTD， 成功的拿到了一分。我们看一下全场最佳是给到了硬，确实这个麦克雷好强，刚刚在楼下一枪单点到对方二楼的一个麦克雷，这边两个麦克雷基本上是同时开打，但是他这边手握激素，这一个神来之笔打这个死神我觉得是特别溜的。对，你看那个死神是大招转的滚筒洗衣在中间一枪被爆头，不过刚刚最后离波的时候那个 Max 的麦克雷压了对方的硬的话两三波也是打赢了很多，但是最后一下他浪了，带了一个大招是一个人顶着三个人的输出被带走。今天比赛有点神奇啊，一开始是两方的原色各种收割，然后麦克雷都是打不准的，是的，到了第二场比赛就是没有各种麦克雷精准操作，所以说还是比较神奇。好，那这场比赛我们确实看到了无论是这个 FTD 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嘛，但是确实打的也还是不错的，有自己的理解，然后配合上，其实配合上还需要多练一下，然后英雄的个人技能我们也是毋庸置疑的，然后 WE 确实磨合了这么长时间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自己的实力，还是要再次恭喜吧。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本次八进四的比赛也是一个单循环的积分赛，所以刚刚输掉的 VG 以及这里的 FTD 的话他们并不会被淘汰，而是会通过再一轮循环的对战，然后到底谁能够成功晋级四强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之后的比赛。那么我们也是刚刚说到了这个彩蛋了，那每一周的每一天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个彩蛋带给到大家，然后彩蛋问题回答正确将会有十名观众来获得到这个三十元的这个点卡，那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到 NGA 的论坛当中进行回答。那我们上一场的彩蛋问题是什么呢？伟哥说，在国王大道地图中位于 A 点附近有一张遗像，什么叫遗像？就是已经死的人。对，黑白照。谁？他是一个人名，是三个字，是被寡妇一枪带走的那一个。爆头的那个。而且是。好，那我们在回顾彩蛋问题同时呢，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的比分。我们看到这里的话，首先是在这个努巴尼的时候 ，WE 是以3-0的战绩非常果断的拿下了第一场比赛。接下来在多拉多当中，非常可惜 ，FTD 是以3-4报复到了 WE。FTD 就很气，怎么不是 BO 我？你看我这边分数是一直在进步。是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第一张地图，其实第二张地图多拉多他们推升的时候打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对, 对, 对 ，FTD 那个阵容，然后防守方的话 ，WE 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配合上失误，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FTD 打的，他们的一个查理亚配合半藏这个 combo， 确实在两波团战上都打出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半藏强呀，没办法。对 ，Max 的那个半藏，然后两次的话都是打到了三个人，就是在比赛当中很难出现的。而且这边是现在不太流行和尚，基本上大谁谁死，斗谁谁怀孕。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说到的彩蛋，在国王大道的那个雕像旁边有张遗像，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通过 VCR 来看一下。这个我真的没有看清。还有蜡烛，这个细节无敌。我的天，我第一次看到。对，你看我们天天路过这里吧，是吧？讲道理，90%玩家会认为是残亚塔，但残亚塔是没有死的。是的，它是另外一个塔。对，我们可以把那个问答给公布了好吗？梦达塔，我以为是蛋塔。他那个我伟哥应该也是看过那个看过那个视频，看过。他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位水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是我认为最好看的一个。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黑百合和裂空的那个羞羞，也不算羞羞吧。就是一个身材本体，身材体现这游戏的本体就是什么先锋，对吧？是，我特别是看到那个裂空躺在地上。开车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来开玩笑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比分的总情况，来看一下竞技图。
好，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2-0皇族是在先拿一分战胜到了 VG， 同时的话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WE 是依旧以2-0带走了 FPD。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四支队伍两两之间他们的实力是相当的，但为什么就2-0呢？2-0这东西还不好说，这个状态吧，天时地利人和，下一周比赛双方又各种训练研究波套路，反应过2-0，打成个1-1的比分，是的，谁也不知道。好，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里的分组情况。那么首先是 A 组是有皇族、WVG 以及 FTD。 B 组这边 Snake、 SLG、 CL、 Goldback。 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分组的话，这个 AP 两组队内就整个组内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的，很平均，很平均。然后都有一些老牌的队伍。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B 组的 CL 的这场比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即将会有哪四支队伍来出场呢？好，也就是在11月10号的时候，将会由首场由 Snake 来对阵到 SLG。然后的话，第二场是 CL 对阵 Godlike。对，第一场。第一场我预测一波 Snake 应该没有问题，但第二场的话但第二场 CL 和 Goldlike 的实力真的不好说，就比较相当了。对，因为 CL 之前他比赛的一个配合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好的，然后 Goldlike 我记得他的那个应该是莫兰的小美对，小美死神都很强，所以就在一个个人实力和这个整体配合上的较量上，到底谁能够更胜一筹，我们也是稍事期待一下这个在10号的那场比赛。好，同时呢要感谢到斗鱼 TV、 网易暴雪官方指定赛事合作 APP、 有酒电竞、有酒网、178瑞派游戏、电玩巴士、多玩1713、守望电台、要我玩、新浪电竞、太平洋网、兔玩网、掌游宝以及 NG 论坛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不要忘记来点击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订阅，同时的话也要登录 NG 论坛来回答我们的彩蛋帖，更有更多的这个福利在等着大家。那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是小袁，我是伟哥，我是 LG， 我们10号再见，拜拜拜拜。